但是回来一个礼拜以后，我产生要做这样的行为，要采集伦理。采集伦理四个条件：第一，单身不采，跟公司有一颗不要，留给他当主；第二，稀有不采，你明明知道他有稀有，再继续干掉，那就要求他留；第三，你要捡的时候尽可能不要去把他伤害最低；第四，捡下来一定要留。后来我自己想要求学生都获取这样的标准，换句话说，由于你怎么样，现在在讲什么建立土地伦理的关系，怎么能建立我们跟你这个地方生态的准则，如何来产生一种共识的生活，如何产生该来与不该来？你知道，因为我跟他有什么感情，你知道我了解他的前世今生，你知道我跟他的感情，我就是回家的感觉，我要做什么行为就开始回过头来关系。1984年。我在阿里山去采集，从阿里山到8月14号，1981年8月14号，从阿里山到闽叶，走到一个悬崖峭壁的地方，看见上面有一个植物体，哇，赞！我从来没有看过，不是新的就是稀有的。然后呢，我想爬上去，往下一看，哎呦，初一掉下去，十五才到，累死了。但是呢，还好，我现在不会像刚刚采集。刚刚采集，各有个好东西就啪啪就采下来，采下来的时候再走几步，啪就走掉了，会摘掉的样子。所以起码也要懂啊。所以我还是前后看的，真的都没有，只有到山上来了。但是呢，他真的诱惑力太大，我就拿那个刀慢慢割啊，好不容易爬到了天花板来，去采下一小块，摄影拍照等等，哇，描写技术拿回来开始鉴定。鉴定呢，我知道他是毛茛科的卡尼玛提斯奈属的。台大植物细胞微管，一点一点的，他们都找不到，都没有同样的，一则以喜，一则以忧，喜的是，哎呦，搞不好我发现新的，忧的是，还要当地回传，直到最后一个活的抽出来，啊，就是他，一模一样，看到那个标签的时候，突然我起了鸡皮疙瘩，你知道为什么？我是1981年8月14号在阿里山到，我看到1931年。佐佐木胜一，1931年8月14号，佐佐木胜一在阿里山到塔山之间所产，忽然之间喊了一声：“啊，我那有台湾历史的尾巴吗？我踩到台湾历史的尾巴了，我跟台湾历史的那个车厢咔嚓连接上了。我知道在50年前，有一位叫佐佐木胜一的，跟我走着同样的路，在同样的日子，冒着同样的生命危险。”采下来，命名鉴定，然后留下了这个伦理厂牌，变成让我今天有所依循，有所等等。我想要请各位在座，你们所有的人，你会不会说这是我画大众，这是我看到的字？我要请教各位，你一辈子会做出什么事情，会让你的儿女认为说这是我老辈子一种 honor， 一种 credit， 一种传承？台湾人在什么时候可以创建这样子的东西？2011年11月19号，所有台湾人所做的一切的伦理水准，就是这一天台湾的土地伦理的水准。我以前经常在讲这些东西，在讲上课，怎么样做环保等等。高校一旦一直找我去，啊，所谓的指导。每次都没有灌鼻他，就呆呆的就去。我是怎么样？一定是走时。我演讲是用生命在讲课，不是教书在灌。那所以呢，我一定要守时，所以我经常都开快车。所以以他演讲下来都交给公务局就要6000块两张。那到了现场还要捐钱，还要做什么？然后到了现场，你看小猫两三只，他们两个在玩冰，他在剪指甲，他在不晓得在干什么。哦，这个就像。上国文课的时候在看英文，看英文上英文课在算数学，哦，一种气势。然后呢，我年轻的时候就看到这样子，你又不专心，我心情就不好，心情不好就影响我演讲的水准跟内容。我当我讲不好，我又发现我自己讲得好烂的时候，心情更加不好。因行结果要走的时候，这就惨，被摘满麦来。隔了一个月，陈老师哦，上次你讲的多好。他要把他骗去，然后我们撤退，对吧？然后第三次去的时候，突然之间。
我要见成功的时候，告诉我自己，成功你不爽他，不爽掉头就走。后来我有几次演讲，真的看不惯他，真的掉头就走，不理他。那我那一天呢，突然之间告诉我自己，我有一个礼物，第三次，我告诉我自己，今天我来到这里，不管对象是怎样，我用全部的精神，足够的诚意。丰富的内涵，我尽力的演出，这样也是过。我来家黄华生，现在改改骂新贵。唯一的事实跟真理就是说，这一分这一秒是我一辈子的唯一。就像今天2011年的11月19日的5:36:40一样，刚刚讲的已经过去了，我这一秒这一生过去了，在座各位的这一分这一秒。也不可能回来，可以重复演出的叫戏剧，永不回头的叫人生。所以今天全中华民族的人民怎样对待这个土地，就形成今天我们共同的说法。今天各位光明记者，怎么样在每一分每一秒的当下所做，就代表未来民族、国家、台湾、世界、生界、无生界、地球未来的希望的荣耀。